我们嘉义呀、啊，嘉义也叫美食之都哈、哦。那我要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间呢、啊，就是我们在嘉义真的它是属于一个路边的小摊，但是这一间呢，在我们嘉义来讲，它是有蛮久的历史了哦，而且它做的口味非常非常的正宗跟道地，很多的拿手菜哦，是我们吃过觉得说台味就是台湾味很就是正宗的一个味道这样子。那话不多说，等一下我们就来试试看它的一个拿手菜特色菜。今天非常的棒，来发哥黑白切，哇，吃的超赞的，每一道菜都很满意，每一道菜都超棒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请到那个我们的最帅最有实力的掌门人哈、哦，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哈、哦，我们今天的这些菜色。好，哎，我们阿森来，哎，哦，真的是你做的太好吃了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们这家店开多久了？这家店，差不多在25年前，大约25年前比我还大哎、欸。对，5岁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开始到现在。啊，这家店它一开始没有这么多菜色，对，它一开始就很简单的黑白切，黑白切而已，都简单的这样子。后来就。因为要生存嘛，慢慢的增加菜色，慢慢的演变，它演变到现在，变成一个快炒店。哦，对，就简单的，其实我们的菜的量也都不会很多。对，大家可以。对啊，我就喜欢这样子啊，一盘和量都是刚刚好，然后看了也不会觉得说哇那么多，看了就那个。那我每次来要必点的一道菜，就是。苦茶油鸡这一道我觉得做得非常的棒，那阿森你介绍一下做好一道苦茶油鸡它需要什么样的秘诀？秘诀哦，对，秘诀就是它外酥内嫩不可以吃的里面也太干、对，要吃的就是里面有带一点肉汁的水分，对，就外酥内软的那种感觉。嘿，那那个苦茶油呢？苦茶油它本身对我们胃也很好，它其实在我们这边来的客人来到这边是苦茶油鸡是必点的菜色之一。而且啊，我觉得啊这一道啊就是胡椒烤鸭舌，哇，真的是我每次来也必点的，超棒。然后这一道菜做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你们做的很棒，就是说像这种东西它的腥味都会很重，然后我吃你们的完全没有，而且酥酥脆脆，非常好吃。对，秘诀。秘诀就是它哦，秘诀的话就是要看人做，看人做，特别是帅哥做。没有啦，其实就是它有
它如果鲜度够的话啦，对，鲜度够的话，新鲜的话，它就不会有吃起来就是有那种套车套车，人家说的套车套车的那种感觉。对对 对, 對, 對, 對，而且像这一，而且像这一道啊，避风塘牛蒡，哇，像饼干一样，吃起来超棒的，酥酥脆脆，而且非常香。对，这一档我在外面几乎在海产店很少吃到像这一种。嗯，一般外面是没有做这样子的口味啦，自己研发的哈。对对对，一般外面就很简单的炸个牛蒡，对对对对对，炸一炸，对对对对对，芥末那个椒盐炸一炸，这样子。对对对，那我就想说，如果做避风塘的口味，它吃起来就甜甜咸咸的感觉了，也不错。那我就把它研发下来。好，就是做改良这样子啊，真的超级棒。所以嘉义的朋友，你们都不知道这边哦，真的快来，赶快来试试看。外地的朋友来到嘉义，这一间也是必吃的选择。还有国外的朋友来到这边，也来试试看吧。